过来。走了走了，下来下来下来。哎，这么忠厚的，从这边过。过来上车。那关门了，鸡鸡，关门了关门了。哦，还是挺热的。我们先来这边买一桶水，他们这边的这个水哦很便宜，才6块钱一桶。要放哪里呢？啊？放哪里？能放下吧。走喽。我们现在把车子停在这边，去看看哪个位置比较合适露营。这里已经有2家了，我看看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比较合适。这边的水特别好。把这个给你。下来。来，你俩不许动啊，在这里等一会儿。托尼着急去喝水。托尼，我给你打水，别着急啊，这里有的是水。来来来，托尼，托尼过来喝水了。他直接下去了。哎，上岸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别闹了啊。快喝水。凉快。在草地上凉快是吧？凉快太多了。嗯，你看鸡鸡来接你了。这托尼这家伙很搞笑的，给他打好水不喝，非得自己找。成年人啊。嗯，非得自己下去找水喝。我们现在先把帐篷搭起来。哇，好晒啊，我今天出来还没涂防晒，我想着说在帐篷下面也不用涂吧，其实是应该要涂一下的，真的是。我们现在已经把帐篷搭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天幕，然后那边他们都在那里游泳。琪琪进去吧，外面热死了。搭上帐篷，他们俩就乖乖的待着不动了。你看托尼。托尼好乖呀，啊，坐在这里不动了啊，热死了。然后把椅子啊什么都搭起来。刚刚 KK 把我们的西瓜已经放在这里，放在溪水里面凉一凉。这感觉就像小时候一样，小时候就是喜欢把西瓜放到井水里面。把水先倒一下，烧个热水。琪琪，你看啥呢？看美女呢啊。一眨眼功夫整出一堆好吃的东西哦，主要是这里吧，相对来讲啊，就是车子开不进来，它这个电不好弄。嗯，那如果用火的话，那就特别费劲，而且今天正好也风大，所以幸亏我们没准备要做饭。然后那边已经在烧烤，风有点大，但是也是炊烟袅袅，也挺厉害。啊，我们的边上就是一条非常清澈的小溪。嗯，水很好。对，今天的话，我感觉。水流还稍微小一点啊，游泳去不？那你，我们的水开啦。在这么美的环境里面啊，泡杯茶喝，感觉还是挺有意境的。大家是不是觉得这里的环境是不是很不错啊？我们一个帐篷。简单的讲是可以砍价的，是当地村民吃的。但这里的环境我觉得还是 挺天然的，一个露营地吧，这些草地其实都是天然的。然后我们待的这个地方叫石头寨，其实也是属于是黄果树景区的一个小景点。看着溪水，喝着小茶。那西瓜呢就在这里，我们先喝好茶，完了以后呢再把西瓜凉凉的西瓜拿上来吃掉。我们现在喝的是这个普洱茶，我们最近突然就对普洱好像挺喜欢的，因为给我们的感觉是有一点点甜甜的，因为相对来讲我们以前也很少喝茶，但是普洱这个感觉的话还是不错的。那我们喝的是生茶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，它是比较浅浅的。
好多人其实都会觉得生普喝了是对身体肠胃是有刺激，其实我们以前也是听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但现在我们发现好像也是看茶的品种，这一个多月喝的比较猛。对，司机你干什么呢？嗯，你下去要拿西瓜吗？我能拿西瓜。啊，你看西瓜在这儿呢。好像也不是很凉的样子。不凉快吗？这西瓜也不大，故意挑了个小西瓜。嗯，哇，自己裂了。咔嚓一下。徒手掰西瓜来了。哦，哎呀，可以的样子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嗯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点。哎呦。哎呀，这个肉啊。不得了啊。两块钱一斤，哎，比我上次买的还便宜一块钱。哎，我刚给你弄好，跑哪里去了？我给你吃吧。哎呦，又没了，你看你来晚了。谢谢，我没事给你。是吧？哇，这个西瓜还真不错。我们就在那个马路边上买的，两块钱。哎，姐，我们家这两条狗子吧，其实说真的。你带它出来玩吧，还真没办法太尽兴。你看人家那边牧啊，那金毛啊什么的，啊哈之类的，哐哐就往水里钻。我们这两个胆小鬼。大型犬跟中两个样。有些法斗啊，或者是有些那个犬大人，他挺喜欢水的。哎呦，托尼厉害。其实托尼一般的水果他是看不上的。来，就是那种特，除非是特别甜、特别好吃的西瓜。现在已经快下山了，然后呢，艾米说，要么在这边直播吧，让大家现场直播感受一下这里的美丽的景色。托尼也已经就位了，在这里直播还是真的非常不错，很漂亮。哦，对了，上次说的直播说卖货，那个不让卖了，其实不是我们什么违规的问题，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交保证金。现在交了10000块钱保证金以后，啥事没有了。现在已经下午6:30了，就是可能也没有几个小时可以吃，可能就一个多小时吧。